我们现在雨伞王里面最最最最最最最大的雨伞。哎，超人真的很厉害哦！好，我们两个色直接跑颜色给你们看。好，这个是黑色，这个是深蓝色。直径是145公分，我少一颗头的高度，好吧？少一颗头。这个可以撑到四个人，好不好？对，两大两小绝对没问题。是妈妈要推娃娃车，是完全可以遮到的。他叫超人伞，也可以叫爸爸伞。拿这个伞就可以当爸爸了，好不好？他都还没卖掉，就想当爸爸。你们看一下它中柄的韧性度，它的那个是凹的哦，它是弹性的，对，没有任何损坏，它可以开收。来，这一只是黑配红，它可以当成防身伞。如果你们遇到变态的话，你这样子拿出来，你们就有150公分的距离。再来，我告诉你，这只的中柄真的很硬，可以卡爆它的头。小姐，我只是要告诉你，你的皮包掉了。有做一个这个黑棉这个伞珠的，超人很容易没货哦。